拿完腰带出腰带是最难受的。哎呀，来了一个，来了一个，可以接受啊，可以接受，应该会给钱了。这一波我们拿两个能用的，拿个塔姆先，然后拿个亚鼠，猴咱就不要了，亚猴也可以要啊，塔姆不要了吧。这边把五阶大师拿了，正好我们能凑两天神加两决斗。给个月神，现在月神能干嘛呀？也没有月神要立伤卓的这种阵容啊。明咒月神力，可是这装备不行啊，有没有吴亦凡啊？他先整个日炎，哇，好多劫哟。我先给皎月上个日炎，咱不能玩那种就是阵容成型也第四名的那种阵容，那种阵容不行啊，咱不能那么玩，你得玩阵容成型就能吃鸡的阵容，你不能玩个阵容成型也第四的阵容，像三国。那能行吗？点我干嘛呀？泄愤一下，咋的了？月神刺儿不要月神力，那皎月要啥装备呀？月神刺儿，右装日炎龙牙。那就拿阿卡丽呗，
没有了，那咋整啊？先拿个大棒子吧，别拿那么多锁子甲了，我抽锁子甲难受。那就日炎科技枪呀。哎呦我操，哎呦我，这不明咒结了吗？就是没啥装备呀。没关系，装备可以一步一步来呀。要是月神刺儿的话，就是月神两个配刺客，一二三四五，那只能凑成五个呀，那最后整个啥呢？我问问，我能走什么阵容啊？月神刺吗？跟大神们勾留一下。好的，那我把这寡妇卖了。这咱们就玩嘛，咱们可以勾留一下。也不是说他们就必须是我们的敌人，对不对？把吴亦凡拿一只，看看这石头人给爆点啥。这他妈的，这也太搞了，这也太搞人了，这。哎呀，这也太搞人了呀！莫干辣咱不要。御剑仙呢？御剑仙阵容稍微有点弱，先升个人口吧，先拉个人口上头猪。我也不知道玩什么呀，我也不会呀，这峰哥也没有。我不会玩月神的刺客，我没玩过。小月拿着吧，嗯，
月神刺儿没玩过吗？没玩过呀。版本70阵容啊，版本70吗？那没有铲子，你怎么凑六次啊？皎月也不是刺客天选。我天选立桑卓，前期我们应该是无敌了，就我的皎月应该是无敌了，四特就行，行，信你们一把，信你们一把，行，来，信你们一把啊！崔斯撇，吴亦凡撇，忍者右边撇掉，拉人口。俩忍者有点傻逼，换一个。这把冰嘴必须得要，塞拉斯不要了。皎月、立桑卓、蓝刀锋、阿卡丽、派克，这他妈才五个人啊！那剩下那仨人上哪去了？哎，给个铲子吧，给个铲子，我立桑卓编一手刺客，但我估计应该拿不着，这要能拿着我直接就起飞，兄弟们，实在没有我们就磨抗。别磨抗也没了，大剑也没了，锁着甲吧，你就拿着。我看到鱼食了。Oh my God！不要啊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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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不是我们的阵容，我们不要。他们的骨头将成为我的磨刀石。凯南，凯南，我想想啊，一二三四五，卡特可以不要啊。哎，我看一下啊，皎月、立桑卓、蓝刀锋、派克、阿卡丽、妖子、杰、凯南，这不刚好月神刺儿吗？然后加忍者，这不月神忍者刺儿吗？哎呀，那杰不撇好了。姐让我给撇了，没事，我拿回来，问题不大。无处可藏，这不就有了吗？一二三四，挺好的。
救不回你。要耀光，耀光，我不要耀光，我就决定来一把忍者月神刺了。我就八音口成型，四星皎月，带个科技枪。哎呀，皎月！没事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没事儿。给个魔抗。底下满了，阿卡丽。这一手科技枪，给上一波。呀，莫甘娜可以卖了呀！莫甘娜，莫甘娜上去没用啊。派克卖了。我看看哪个能卖啊、哦？凯南卖了，凯南三费一会儿好地。要不要光的话你还能怎么办？没别的了，你要是不要光的话我就上不了人，我六人口成型啊，我肯定不能说是玩个六人口成型的阵容吧，这肯定是不行啊。是是是，该出击了。四耀光，双要四耀光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为什么不早说呢？先这么地儿吧，后边再说。不急的，这都不着急。来做个两段吧。哎，四耀光确实可以，忍者感觉确实没有用。我感觉到了，忍者没有用，我们上耀光。这个给莫甘娜上鬼书。铲子能拿着吗？拿不着应该。
赶紧给个三星皎月啊！那皎月差一针儿，来陪我玩玩。这都第多少个了？这都啊，还没有来，还不来呀、啊？过分了这！来陪我玩玩，属实过分，太过分了。太过分，太过分了，简直太过分了。最后上拉克斯小黄毛，只不过拉克斯小黄毛对我们其实提升并不大。哎，这个阵容可以啊。不过我需要两个都得升到三，我们又学会了一个阵容，怎么样？皎月，我急了，我急了。我着急了，我稍微有点着急了。不追阿卡丽啊，说的在理儿啊，有道理。我真觉得我这是有点无敌了，我这一看呢，我四星皎月一出直接起飞。我不要铲子，换一个。这波给点儿，随便给点东西吧。我不要铲子，我换点东西。我要点肉装或者是虚虚装都行。皎月，冰女儿，冰女儿，拉克斯，冰女儿，好。这些都可以不要，这个装备想一想怎么给啊？巨杀，正义之手，春哥，正义之手，青雨，无尽青雨，冰心，无尽青雨，要的就得暴力。要的就是暴力，兄弟们。这狐狸也不行事儿啊，这我一看呢，也不行啊，这都，这也不行啊。都不行啊，这都不太行啊，我这一看呐、啊、我这一球啊，一球的这都不太行啊。瞧一瞧，一会儿选秀选点装备，给这俩上点装备。绿门看能打过不？这阵容
瑞文也不行啊，我这一看呢，瑞文也不咋，也不咋地呀、啊，我这一看呢，瑞文也不行，这都不太行啊，我发现都不太行，没有行事的人呢、啊。头一回玩，真头一回玩，没咋玩过这阵容。下边给个春哥，给个龙爪都能用。选秀拿个春哥龙爪。